ってて来ない日一朝を去って死に涙みろ守りは我ら台湾に各位同心同志，大家平安，大家好。我是司法委员会的召集人，是潘信行哦。我一个伫遮吼，伫阿未开始进入这个课程诶内底时，以前啊，我有一个代志，我啊需要甲大家澄清吼。就是昨暗林秘书长伊个演讲内底有讲到，即个司法委员会有犯着一个真大诶迄漏署啦，吼、哦，有会记得无？吼、哦，有即件代志。我吼、哦，我今日拄着秘书就讲，你咧你家己诶，你家己扛家己去报，哈哈哈哈，啊。原因是安尼啦吼，我检讨几若工啊，我拜一的下早是透早七点外时阵哦，就接到秘书长的电话啦。我你昨日演讲是安怎？那演讲？哦，是安怎？什么代志？伊讲那啥呐？你个呀？吼，你个基本法吼。基本法你那个改过？我想哦，有啦，有小夸改啦。伊讲嘿，小夸就是上重要的所在，你那会安尼去咯？这爱出分。哦，我直想拢无。那但是我是有一点啊要辩解啦吼。伊讲你前啊那迄个台独思想很尔重。我讲哦，我那有啦。台独思想那还得了？迄个台独是会将台湾带去死路一条，你知影？对吧？啊，迄个邓丽文，迄个足清楚，迄个历史，我有注意到啦，因为我因过咧带队去参加迄个国际赛，都第一遍迄邓丽文都独立的时阵哦，都有一队来参加，吼、哦，迄、那个时阵哦，吼，安尼全。所有的都拢给人拍跑个欢迎安尼迄落吼，但是伊伫迄个印尼的迄个统治十几年来底死过了10万人啊，都是邓丽文哦，无随便讲宣布独立啦，所以独立哦，唔是遐简单的代志。啊，伊讲，想话你将这个日本天皇这四字改做人民呢？啊！你这人民啊，你就是跟迄个台独的迄个言论拢差不多啊嘛。变成台湾人就是由台湾人来台湾的代志由台湾人来决定嘛。哦，哇！我才去想到，哎呀，想那伫这个上重要的时刻，那去犯这个错啦。啊，这甲旧年的迄个四月之五，伫迄个。迄个华盛顿 D.C. 底下犯的迄个错误差不多嘛，哦，还好吼，因为这个法案吼，阿未伫国会通过嘛，阿未议院吼就参众两院阿未通过，所以阿姑会当安尼修改改啦，吼，阿姑会当改安尼改到当来，啊，事实上吼，我想讲你是想讲。这是伫前言内底，哦，迄个天皇的部分呐、啊，天皇的部分，咱受过分的四千人啊，绝对无问题，大家都拢知影讲，咱是天皇的臣民嘛，哦，这些咱脑子里面都已经是没有问题了，但是
本土台湾人2000万，靠4000名，阿妈也阁有真大，绝对大大多数，因无即款概念呐。哦啊，所以讲哦，讲啊，伫前言内底吼，是毋是？因为伫迄个实质内容内底，第一章第一条都讲得非常清楚。日本天皇都是依据日本宪法，伫台湾实施啊，甲古吉山和平条约的关系，所以伊对日本天皇对台湾的人民领的土地有责任、权利、责任、义务，哦。清楚啦，所以我想讲，哎，啊，都这条都拢无人敢改啦，无人敢改，啊，都头前遐，啊，无该用一个迄、那个，迄个较中性的迄个名词安尼啦，啊，想无到讲都犯到错啦，哦，啊，我想几啊讲了后，我就想啊，啊，是安那，林秘书长，到我对遐久啊，已经都有8年啊，哦。哎，啊，甲伊也真过去拢真有真迄个密切的迄个接触，啊，像那我还去犯着伊的伊所想忌讳的迄个错误吼，啊，我甲想咧吼，结果就是安那，迄就是一个政治家啊，甲一个迄个政客的迄个差别，就是伫这个所在啦，哦，所谓政治家吼。哦 ，statement 哦，因尽力敌对，伊就是告对；尽力攻上，伊就攻上。啊，迄个政客吼 ，politician 哦，伊就想真济啦。哦吼，有迄个讨好啊，迄款的迄个倾向啊，我就是。可能是在后面，我是一个政客安尼啦，所以我有还阁有真济诶，迄个诶努力吼，就是讲希望有一天会当做一个我那安尼政迄、那个政治家迄款诶迄落，哦啊，我伫家就是要甲各位讲这个代志啊，主要就是讲吼，因为。噶起码已经是真重要、真重要的时机啊啦吼！咱拢知影，美军那也已经失败嘛。虽然伊无对外有啥物动作、有啥物迄个时阵哦，但是吼，因拢是咧布置啦，伊只有做不会讲啦。啊，迄个军的物件拢是机密的物件，伊那会随便家己去学袂讲，无可能啦。但是各位，你若有注意，即马已经有6D的迄个影片已经出来啊！哦，我已经有看过3片啊！哦，这三片哦，迄个制作的单位哦，有够侪啦！啊，拢是美国足重要的迄个单位啊，国务院、国防部。司法呢，司法部吼，迄个国土安全，哦，啊个 CIA 等几啊十个，迄款的单位来集合，啊来去做出来迄个影片，迄个影片呢，伊们无讲台湾民政府啦，哦，但是。这个影片你甲看，内底内容拢甲咱台湾民政府所主张的迄个国际法律啊，拢总100%的共款。哦，啊，这个吼、哦，我已经知影，这就是美国政府将来针对台湾的迄个国际法，哦，迄个看法咯、哦，已经定调。已经定掉了，哦，这点足重要诶。将来伊就是巩固这个，所以我要来台湾，所以我要等来回到台湾来。我有伫咧啦，有这个法庭，不是迄个半暝西归反正啊突然走来，无是依据万国公法
啊，战争法哈，日内瓦战争法，还有自然法，惯例法哈等等，现在阿家来台湾，所以讲哦，我们就已经知道啊，已经是到最后的一个关头了啊！我就去叫我啊！我伫伫这重要关头，我才去犯着这个错误吼，所以我呀啊，完了去救这个港宽底下犯的错误，我就从这个地方再看能不能再爬起来来不？哦，我呢拜一天哦，会使讲足沉重的，足沉重的，所以个加迄下晡时喏，就卡呢呢吼，必须丢。哦，秘书长，我接受处分呐，请处分我，哈、哦，请处分我。哇，我了解你个性啦，哈、哦，哦，啊，到尾个过两天了，我就接到通知讲，爱过来上课安尼，哦，爱来上，啊，拄只拄到，你家己创破的坑，我你家己补。哦，这是杜家秘书长甲回答吼。啊，我想我伫家就是要点成功台独吼，哎、哦，对我来讲那是我没有办法承受的之重啦，迄我无法度，迄无可能啦。吼、哦，其实应该是哦，但是哦，经过这七八年的迄个吼，我知影台湾的安全。安尼安那来的，哦，是安那来，安那带动哦，都是将台湾人带去死路啦，带去死路，吼、哦。我希望安尼，我安尼讲会当得到迄个相关的单位的理解啦，理解。啊，我的同事吼，拢总无人有迄个懂迄个。迄个独立，台湾独立的迄个思想，拢无哦。啊，因啊，我这件代志呢，我就讲到这为止，讲到这为止哈。感谢啊，感谢恁的肯定哈，感谢恁的肯定。但是我若有够有啥物犯错是吧？跳起来，转个积极。哦，你若跟他计较的时候，就表示讲，哦，这是一流的迄个嘛，哦，足注意的。刚才像迄阵啊，伫美国的时候，伫美国咧开迄个国记者会的时候，啊，咱有一个同事哦，叫徐格林徐教授哦，伊马上提出来，就是不对，你这样子都不对。所以啊，伊是。在咱的迄个民政府内底吼，是一个真重要啊，一个职务吼，同款。恁我呐，抱着这个同款的迄个，我直接咧讲吼，战战兢兢咧，哪有啥物迄个，你都加抢嘛紧，吼，啊，安尼我甲只讲啊，车位置，啊，我开始要来讲啊，这个台湾民政府的迄个司法院吼。司法委员本来是为司法委员会啦，吼，委员会啊，尾啊，迄个组织的迄个手啊，吼，出来了时吼，啊就变成迄个司法院啦，吼，司法院，啊，这个规定吼，这嘛有值得跟大家探讨一下啦，吼，因为秘书长伊找我讲，你来接迄个司法啦。的时阵哦，哦，我抓一个，哦，大家各位呐，有迄、那个迄阵啊，迄、那个初级班啊、高级班的时候，有看到我有上过我的课吼、哦。的时阵哦，大家嘛知影讲哦，我是体育人呢，我是体育人，哦，我是有抓过。啊，迄、那个三届亚洲运动会啦，吼、哦，诶，担任总教练的诶迄落，啊，我嘛摕到迄落国光奖章哦，迄落六两的黄金拍迄落国光奖章啊，吼、哦，迄无遐简单，还一等奖章啦，吼、哦，一等奖章。啊，但是哦，我甲师范哦，拢无关系啊，
啊，像咱来找我，我迄当时的心理，甲恁各位即马下迄个心理同款哦。啊那呢？啊那找一个不相干的人来要来掌迄、那个要掌握迄、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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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那个相当的有相当有专业性的一个工课安尼啦。啊，我来讲，我除了讲。还奇怪呐，安尼以外，我心里面还恐慌呢，我会惊呢。事情我无做官无要紧呐，但是唔通共创一个歹的，创个伫我手里创歹的，啊，迄问题就大咯。哦，我会恐慌呢。哦，但是咱秘书长哦，伊就甲我讲，讲哦，你讲你甲司法拢总无关系。啊，就是因为安尼，所以我才要选你来做这个工课啊！啊，这就真另类的一个讲法嘛！哦，刚刚哎呦那呢？哦，你找一个都外行人来的传这个内行的代志，伊个进一步甲解释啦。伊讲，因为你伫司法界。你无关系，你无背景，所以呢，当时也是会当知影讲，你伫这司法的内底，你无去碰到迄个包袱啊，司法的包袱啊，包袱啦、啊。听有道理啊，我当然是无迄个包袱嘛，啊是啥物包袱？伊则讲，伊讲你伫司法界嘛，司法界是一个。另外一个世界，因拢有专业，吼、哦、啊人唔是讲足济，啊因拢干来有专业，啊但是哦，因为安尼人无真济吼，所以因人甲人诶之间吼，因共事啊人诶之间吼，迄、那个关系吼，停停踏踏啦，吼、哦、可能是讲老师甲学生呐，对吧？啊，同学咧，偏偏同学咧，啊，无到，迄个学长学姐啊，啊，学弟学妹啊，哦，啊，司法人员的迄个训练所的第几期的啥，迄个哦，拢第几期的同学啥时阵，哦，甚至讲家己的亲戚朋友是伫司法内底啊，有啊，真侪拢是安尼啊，哦。医生人诶，惊后代吼，惊儿哦，拢吼诶，亲戚朋友拢专是医生嘛，所以我个嘛共款嘛，哦，所以呢，伊伫即个每一个即个司法人啊，司法人啊，伊拍诶即个包袱真重啊，迄关系吼，停停打打啦，哦，所以一旦你若有一个代志要处理的时阵，要是不管是处分，还是讲要和，还是讲要做改革的时阵吼，你手伸袂出来呀，要伸出来吼，啊都啊，迄度什么人，迄度恁什么人，迄因什么，迄度啊都拢长都拢找我啊，哪等等，所以你要做代志的时阵吼，你袂当讲。真大真拢总无看你啊，手伸出来，该做就该做，吼、哦！啊，你相反就是讲，你足种种的迄个顾虑啊，安尼吼，所以你的迄个事务的推动哦，袂当做个真完全呐、啊。安尼对人民来讲哦，安尼都无公平安尼，吼、哦，安尼都无好啦。所以就是安尼，因为你无这个包袱，所以才要选你来换。吼、哦，这点讲得有道理呢。啊，我就小可有来接受啊呢，吼，我就安尼继续听下去，看看怎么样吼、哦。啊，一个进一步就是讲吼。我选人有，伊拢已经观察真久啊啦吼，啊，
啊地吼，佮第一个你都爱无迄个背景，无迄个包袱；第二，你都爱啊，伫你的过程，你一生中吼，你有真丰富的迄个生活的迄个经验啦，吼，迄个经历啦，经验啦，安尼你才有法度做伫重要的时阵会当独立思考啦。你有思考的能力，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哦，你袂讲因为讲有一个代志要安怎的时阵，啊，你因为经验无够的时阵，啊，你唔知要安怎来做决定啥？这就是讲伊的选择的一个思考的方向。所以，伊参骨刷来我的同事，一个滴滴出来的时候。你看，每一个人拢是有相当的迄个生活经验，但是呢，有一个共同的一个点，就是年纪拢有较大啦，吼，大家拢年纪有较大，吼，我小介绍了我的同事，我的同事，直接第一排第一位吼，好，这个王委员吼，我感觉这个。哦，啊，迄汤委员，哦，即拢我的先拜呢，哦，汤委员，哦，啊，迄个胡委员，哦，委员，哦，啊，你看会出来，吼，年纪拢有较大嘛，哦，啊，即拢有真迄落真丰富的迄个生活经验，每一个拢有迄个独立思考的能力，哦，啊。对是非啊，对是非会当判断，会当判断，一看就知影讲，迄个。但我差不多六十几岁啦，六十几的时阵，我就感觉讲，啊，我那什么代志我看一下，啊，后壁过来会安怎，差不多拢都已经知影，吼，拢已经知影，这甲恁的年龄哦，有一定的关系啦，吼，啊，甲你的过去的生活。有一定的关系，哦。除了安尼以外呢，啊，个有一个共同点，我们几个人，吼，有迄个共同点，就是安啦，拢靠迄个国际观啦，哦，拢出国过啦，拢出国过。我意思唔是讲去出国去旅游啦，唔是啦，唔是去旅游，是你爱伫外国，爱做事，加做工过。大理的所在，跟遐个人做一生活，吼、哦，安尼来呢，才靠迄个国际观呐，靠迄个国际观呐。因为啊，台湾的国际地位吼，讲起来相当复杂。啊，台湾啊，开始台湾人出头天吼，第一个马上就面对两个足重要的国家，美国、日本。日苏美战嘛，对吧？所以，咱所有的官员，咱在座各位，就是将来的咱台湾民政府的重要迄个官员啦，哦，我那有这个国际观呐，有这个国际观，哦，咱面对，嘿，你无法度呢？你想讲要安怎撇开也嘛无法度，因为日苏美战。哦，这点吼、哦，讲了秘书长安尼分析是非常的有道理嘛，吼、哦。啊，另外一点就是讲，啊，你做人爱正派啦，爱正派，爱有迄个义气啦，爱有迄个义气吼。啊，因为过去几啊年中间吼、哦，我甲秘书长有迄个真密切，吼、哦，因为我迄东西我拢。自己个动作讲吼，迄、哦、是我是伊个保镖啦，吼、哦，吼对伫边啊，所以我有真济了诶讨论诶讲话吼、哦，平常诶迄个 chatting 哈、哦、啊、哦、啊，所以对我有一点仔了解，就是讲我有迄个啥物款来呢？叫做路见不平吼、哦，啊拔刀相助诶迄款个性啦。哦，
迄款诶个性，哦，啊，伊知影我因过吼，伫法院哦，我直直只敢咧行法院呢。我退休了时喏，我只敢咧行法院呢。我退休以前哦，我连派出所我都毋捌入去呢。啊，就退休了后，煞只敢都咧行法院啊，甚至更厉害时喏，有一年吼，我去行法院吼，行六十几遍，平均一礼拜是一遍外，所以有当时会强蹦呢，爱请假呢，爱去甲法院请假，甲法官请假，啊嘛捌拄着咧法官哦，伊发的时间哦，对无好势，甲调去了哦，啊是咧，我甲你调唔调去啊啥啊，嘛有拄着即个法官甲回失咧啊，嘛有即款迄落。啊，这是什么原因呢、啊？那什么职业咧？讲法呢？主要就是呢，我讲起足趣味的，是足小的代志。我是一个社区吼，伫一个社区，我即马大个社区内底，我做主任委员呐。我做主任委员，啊，一个社区哦，我拢374号啦吼，算讲大社区啊啦吼。啊，都爱靠这个管理委员会来维持一下这个社区，才会当大迄个住户，大家才会当生活个真快乐嘛吼，真安全，真快乐个呢。啊，但是吼、哦，有一点，就社区内底拢有一笔钱啦，拢有一笔钱的，最少拢有一笔，我、哦、嘿较少嘛几百万，啊，较侪有个人几亿嘛有啊。还看大社区的大事啦吼，因为法律规定讲，你厂商要退出的时阵，以前哦爱甲这个社区爱留下偌济钱，几趴先啥安尼哦，所以拢有这个钱的。啊，最嘛有商人哦，啊，地方你哦，啊，这个管理这拢靠哦，这个管理委员会的管理啊。我退休管理委员会哦，有一点。共通的一个现象就是无啥人爱做啦，因为啊，迄是义务制啦，啊无半啊无啥物一点啊好康嘛无，我唯一就是干那去开会时喏，迄个杯水哦，看你要啉偌济，在你啉安尼尔啦，吼，啊吼，安尼你呐，像即款的情形啊，啊有人现在创了无好事，人去还告呢，一去还告呢。啊，迄个时阵哦，大家都拢酸啊啦！啊，你有钱，啊，这个管理的人佫无啥啦，大家拢无啥爱，一时喏都产生像一款的人哦，叫做迄个社区黄牛啦。因就是看好这个社区，然后伊入来，甲你买一间厝，往来买，啊，也是超几期先立立的安尼尔嘛，入来了，啊，伊就真积极，啊，落去。参与这个社区委员会，哦啊、然后呢，啊，才开始底下咧，慢慢啊，将这钱吼弄个款款的了吼、哦，啊，大家也无见到以前哦，一处已经甲卖掉，佮趁一手佮刷了这钱弄个光光走。台北有真济，哦，尤其是新台北市吼、哦，有真济社区拢是这款现象啊、我是咧担任主意啊，我真主意啊，因为这个社区是我甲当作是我安身立命的所在啊，我袂当讲互人要甲安怎啊，叫我互我发现到讲，有几个啊人吼、哦、是有这个现象，而且我阁得到迄个社区吼、哦，社区迄个管理总干事啊，伊实在是挡袂牢啊。怎啊甲我套牢啊咧啦？啊套啦！吼、哦，叫我抓到迄个证件啊！哦，所以我伫迄个发迄个每个月开的迄个管理委员会诶例会内底吼，我怎啊将即几个有问题开除？我看伫即个即款诶吼，即款代志足少诶啦！迄大家拢是迄个是义工呢，啊义工来咧做啊咧。啊！你竟然敢把他开除，这好像是说不过去呀、啊。但是哦，我无安尼做比赛，我无管，本来唔敢做，万一我出位啊，哦，啊，这是我
伊只伊只叫做权责委员啦吼，干委啦、财委啦，吼、哦，这拢是咧管钱的啦，管钱的。啊，伊只是算迄个权责委员，啊，权责委员是主委提名，啊吼，和通过这个哦管理委员会通过，啊，伊只担任职务了。啊，我赶快呐，我把他们取消掉，我再另外再选别的啊。哦，我冇怪。我用这个法律啊呢，所以给开除，安尼吼，当人灾咯啦，当人灾咯，啊，当人灾了，人就开始甲告。原来伊这是一个组织性的物件吼，伊甲律师吼，斗好哩呢，律师拢介意了呢，你配合哩啊，我这个哦，完全拢是外行的人，我是义务性的啊，迄落安尼强过哦，感觉是讲足委屈的就对了。但是哦，我都挡袂掉。好，你敢过，我骗你，食亲袂等你啦。咱一句话讲，食亲袂等你，我就食亲袂等你啊。哦，啊，就去看你，哼。特别去看你的时候，啊，皮皮抓，真正呢，我，我迄个大厅面，我来抓，我来迄落时候，去看看你来滴，我真正皮皮抓，你知？讲话假气呢，哦，安尼了吼，阿姐嘛好，你既然呐，安尼，哎，伊个拢有读书哦，伊个拢请读书哦，啊，我吼无钱嘛。我都无钱啊！我咧为着这個，佮唔买，家己去亲自上场。因为啊，律师吼，伊对你的迄个内底的代志吼，无讲真清楚啦。所以呢，发到底发你呢？迄个应答的时喏，讲拢袂好势。阮家己来，阮家己来。安尼，啊，即马好，这个案。就迄个不起诉处分，伊个安那，佫甲你上诉呢？爱上诉，哦，啊，即摆开会，因为啊，即摆就用迄个在出席，啊，就对啊，闹对啊，迄个，啊，咱若甲组织也是讲话有较歹听，也是安尼，迄个时喏，伊拢有偷偷啊录音，啊，怎啊提起怎去甲人告，过去告别人，过去告别有因为有一。即迄落社区的人知影讲，阮是拢是咧保护这个社区，所以一批人大家拢会来，一来的时喏，就甲因变成两派，啊两派就冤家，啊冤家的时喏，啊因会晓啊，会晓录音啊，阮拢袂晓啊，吼啊伊番提录音，啊就提起迄个地检署哦，就去跟他去人申。升高呢，吼、哦！啊，因为到尾安尼吼，伊就告别人，啊，告我，啊，到尾我告倒转来，啊，就迄个嘛，告倒来安尼，叽叽咕咕，所以才有迄、那个讲，有一年有去六十几遍。啊，阮大家哦拢真合作，那你爱出庭，阮规行拢拢去。吼、哦，那个检察庭是袂使入去啊。哦，伊个调查是不公开嘛哈，所以你袂当就你呐，法院伊个书，伊个法官咧判的时阵，咧审的时喏，是会使入去，但是你检察官咧调查袂，啊袂使，无要紧啦，我倒啊好等你啊，甲阻挡啦，甲阻挡，安尼前后经过三年，到尾啊吼。头一遍迄皮皮出啊，迄哦，拢无啊！啊，到尾变安怎子啊？法官吼，态度太歹吼！啊，外口有迄个法官，迄个检举法官，迄个条啊，有迄规章啊，我甲摕来啊！啊，经过哦，你能乱来呢？你若乱来，我随时下下来，我都甲你弄啦！刚已经讲啊，安尼啦，啊，甚至我内底也有一个迄个情形哦，
看法官呢，冲，因为伊甲对方的迄、那个、迄、那个、迄、那个、迄、那个律师哦，是共级的啦。哇、哦，迄、那个法官哦，明显的迄、那个、迄、那个偏袒啊，是安怎阵哦？我咧，迄个朋友，我的邻居哦，直接甲法官讲，你法官是这样判的，你这样的讲话。因为第一遍是大家皮皮穿，干嘛会变啊？安尼三年，哦，我想比迄个法律系学生哦，去法院哦，啊，搁较一摆，啊，啊，这就是我过去的甲迄个司法的迄个关系啦。所以我知影讲哦，这司法哦是足重要的，是人民的权益的，是最后一个风扇。啊，假使那是讲哦，这个风扇是烂的风扇的时喏，哇，这人民都足不幸啊，就像即马呢，哦，像即马呢，哦，恐龙法官，哦，对吧？有这个恐龙法官，有这个恐龙法官就是司法院的爱护责任呢，伊爱护责任呢，伊敢有人讲因为安尼落台，一个。恐龙法官出三星，有当时啊救出来的时候是鬼官呢，鬼官的迄个司法官，迄个法官，安尼咧迄落，啊你司法院竟然，我当我的好官，拢无代志，这是司法院，你司法司法院院长，啊个你的迄个司法委员会，你爱护责任呢？这个恐龙法官，伊唔是讲一暝变成恐龙法官呢，伊是几啊十年诶，迄个司法官诶生涯啊，为小恐龙到中恐龙，甲要变成大恐龙，一大堆啊，这么久长的时间，你拢都唔知啊？你拢在那里困吗？司法委员会都是要做这个工作，吼、哦，都是要做这个工作。袂当乎你讲，迄个恐龙法官一再的发生，哦，明明知影讲这是贿赂，啊，迄个监察官呢，去搜查，那股搜查，伫办公室内底搜查500万出来，讲那下，啥物人财产无你无代无志，你办公室内底藏500万，迄已经摕人的钱嘛，一定摕人的钱。慢哦，能够我靠近的半暝嘛，爱加银行啊，更多银行才安全，那么更多办公室，为什么？因为伊未使马上坑嘛，嘿，用调查，你坑落的时阵，甲某一个人，阿姨都今日提来，阿你明仔甲坑落，我都吧，所以就坑到伊的办公室嘛，所以社会囡仔用卡达乌来想嘛，怎样？但是法官会当甲判讲啊，不会有串证的现，不会有串证，哦，而且想了就贿赂啦、贪污啦，这款的想惊都是串证嘛，哦，啊，伊就用这个理由，啊边啊呢，怎甲哭起来，啊未判就甲关几年啊，哦，啊这个。这款的明显的讲，这是贿赂、收受贿赂。你官员呢？哦，你是公务人员呢？广义来讲啊，你一个迄、那、落、個，哦，这发生在伊迄家人哦，最近才迄落嘛，吼、哦，这代志大家拢知哦，我卖讲名吼。而且这明明就是贿赂案，那贿赂案你都未使让伊去甲伊的贿赂对象啊，两个去迄个串证嘛。但是法官也在讲啊，没这不会串证啊，他也不会有偷跑的迄、那个情形，所以放伊出去。我看见了讲，这是什么法官？这就是准恐龙法官呢，在外看完就是准恐龙法官呢。哦，这将来司法院。司法委员会都是要针对这款的，袂当和你讲安尼。迄个虽然伊咧判刑，伊咧判官有独立判决的迄个权利，啥物人都袂使去甲干涉。
什么人你都不再干涉，但是你判出来了的时候，就不符合这个道理，不符合这个公义的时候，我就爱给你点油做记号呢。开始我就爱给你做调查呢，秘密调查嘛爱做啊呢，对吧？爱的时候，哦，那个时候我对我来讲，像喏，因做法官的人哦。伊要安怎吼？伊一定拢有做啊，呢真完整啦，互你一般人杀无障啦。那无要紧，外行无要紧，我来找迄款的吼。我举一个例，咱台湾的大学差不多拢有迄落法律系嘛。法律系因遐学生吼，伊对法律啊，真迄个是咧上课的，逐工咧上课，伊真了解。甚至有迄个研究所，吼、哦，硕士的、博士的，诶，法律生，吼、哦，这些人哦，法律有一定的了解，哦，啊，如果呢，少年人一般来讲，伊受社会的迄个污染哦，较少，甚至拢无，所以伊会当发挥伊的迄个正义感。我要用这款人，这款人。我唔免甲叫伊来遮上班啊，甲啥物迄落吼，建制讲来变公务人员啥物，唔免。伊你做你学生，我甲你建教合作，我跟你建教合作嘛，对吧？我的案件交予你，你去甲他调查，迄种机密，因为啊，即种会牵涉到一些迄个人权的问题吼。啊，拢我著改签订了迄个机密的迄个条约嘛，你袂使讲出来，袂使迄个秘密进行，会当查出讲，即个法官有啥物问题啊？无，有啥物问题啊？无，哦，我外行人可能看袂出来，因为有破牌足神秘啊！啊，你读个硕士，读个博士的时喏，哎。伊迄落啊，伊了解呀，明明白白伊知影啊，哦，啊我哦，我这是用你实习生的迄个费用吼、哦，我来请你都好嘛，我用实薪嘛，哦，还是讲一个案件好话者迄落，啊这個、案件刷啊都无啊嘛，啊你这個案件你那碰起来有一个结果，证明讲哎一个法官啊啥。有问题有啥？啊，结果有判刑，意思喏，我奖金给你嘛，对不对？这对一个迄个学生哦，法律学生哦，这一定真欢喜嘛，就是一笔，伊迄个在做伊的生活嘛是咯啊，哦啊，咱对咱来讲说喏，咱政府无啥物负担嘛，哦，我唔免着啥物，过好哩啥物鉴保啊，是嘛啥物。个迄落啥物迄个拢都唔免啦，我是干呐实薪互你，一个案件也迄个薪水互你安尼尔，案件就刷啊就刷，哦，权利义务就结束啦，哦，像即款呢，我会当做啊，我会当做啊，而且我过去也捌做过啊，我甚至捌过体委会啊。体委会是中央委员会中央级的迄个机构呢，哦，体育人哦，有史以来无人敢告，敢若我一两句敢告，我因为我看不过去，伊呢迄个公务人员迄款呢，迄款呢，迄款作为啦，只要为他自己方便啦。啊，无管你台湾的迄个体育界迄个前途啥，你拢甲切断，你甲切断，我都去阿过啊。当然我是输啦，迄就是我讲的讲，人因咧安那做吼，一个要做些代志，因有迄个法规事吼，都拢甲爱破败好势啊啦。所以哦，我伫迄个高等迄行政法庭。出来吼啊，看迄个规片的迄个广告，公告栏，哦，对一个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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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啊拍的，
就是几啊百个公务机构拢赢啦，国的人赢。啊，我明知啊，但是我不管啊，我就是要过。表达讲哦，恁安尼做有人咧注意啊，吼、哦，而且吼、哦，这就是我拄只咧讲的讲吼、哦，有迄、那个有迄、那個、为着袂讲为着家己啦，我为着正人看袂过的代志吼，我就敢跳出来，吼、哦，而且就我过经验，哎，你莫说，伊拢有听去。所以呢，你最后要的选择，啊，无你出来换嘛，出来换。啊，伊安尼甲解释了的时阵哦，啊，我就接受了，吼、哦，我就接受安尼，吼、哦，啊，我这个租金哦，几百人哦，大概拢是只有侬年纪有较大，但是拢是看的是正派的人，拢是正派的人。啊，侬会当独立思考的能力，吼、哦！啊，思维判断侬绝对无问题，啊，佮侬伫外国个侬生活过安尼，啊，才转来，吼、哦！啊，有迄个国际观，吼、哦！大约的拢是安尼，啊了吼，尾啊佫来的人吼，都年纪较轻啊，较轻啊啦，较轻啊，四五十岁啊，四五十岁，吼、哦！哎嘛是拢好，我头脑诶思考拢真敏锐，比阮这老岁啊吼，吼、哦、较敏锐。啊，佫有啊，迄个二三十岁，伫博士班咧读书诶，准备要考博士啊，吼、哦、啊，最近都要考博士啊。哇，这少年诶吼，伊肯走吼、哦，啊电脑吼足厉害。你都在底下咧讲啥，伊也就伫遐拍，都在拍，哦。安尼来的时阵哦，哎、欸，变成老中青拢有啊啦。所以这变成一个真完整的一个迄、那个一个组织啦，一个组织啊，真，阮即马就是上重要的就是讲要审查五个法案啦。我的法案吼，伊都爱经过司法委员会通过，然后才送那个议院呐吼，其实就是国会啦，吼啊，即嘛你甲即个国安吼，要过来讨论进一步讨论是讲，到底是用国会还是用议院来。较完整，因为哦，毕竟台湾不是国嘛，吼、哦，啊，啊，另外有时会想讲，啊，台湾人拢爱听国会上啊，听惯习啊，哦，啊，再来讨论嘛，哈、哦，而且议会法，今日我呢下晡就会开始审查这个案，而且这个案拢总五个案，是可能。会变个六个案啦，一个海关法，因为海关法足重要。你马上接到你迄个旅行证件，你都爱迄个海关的迄个移民局吼，移民局的部分都爱配合啊。啊无，真正你发出来了后阵吼，啊就叫旅盟政府的，伊跳入去甲你刁难呐。不要你，我不要你过啊！哇，安尼来，对迄个民政府的迄个信誉吼，都有影响啦吼。啊，所以讲啊，赶快要这个法也要赶快通过。啊，你都爱有通过，美国政府才敢乎你啊！现在你有身份证，那一旦美国一旦乎你叫你发行身份证，都是。你有迄个犯嘛？就是咱个即马为止，台湾民政府唯一的一个，你即马已经咧使用的一个法，就是《公民权利法案》嘛。好，《公民权利法案》，咱是根据这个公民权利法案，啊咧发这个身份证呢，
不是像迄办迄单位讲，哇、哦，迄人咧发咧1000块，按无我来发300块呀，吼、哦，啊无有人发100块啊，吼、哦，要来抢生意啦，吼、哦，应该无发，伊无发啦。迄一开始的时阵哦，迄几来年前2010年啊，11年的时阵，咧做这个的时阵，我感到哎呀呢，甲我就讲，真正是啊！啊，我拄拄啊，拄有幸吼，啊，参与这个迄、那个公民权利法案的迄、那个通，迄个通吼，咧通过是我拢参与的咧，我遐委员其中之一啦，吼、哦！啊，过程我也了解，送到美国的时阵哦，美国拍倒转来呢，好不容易已经做出来吼。美国水拍倒转来，两公尔，水拍倒转来。啊，啥那啊呢？真简单，伊的人民，你会使个，你会使个合法，就地合法。安尼，伊的政府是毋是我那会当就地合法？哇，大家哦，大家拢真慎密的思考，结果还是会有疏漏啦。哦。那些东西就是讲，所有台湾 people on Taiwan， 拢总背后的 people of Taiwan。我到底家用多少十几年，甚至讲伊是伫台湾生，伫台湾大汉啊，受教育啊，工作嘛是只，从来唔捌离开过台湾的诶中国人嘛。我想讲，像即款咧，哦，咱即马知影，我迄叫做 people on Taiwan 嘛。可怜哦，像这款呢，我那个归纳就是可以变哦，透过这个公民权利法案来变成 people of Taiwan 哦，本土台湾人，美国拍倒转来，理由真简单，伊的人民，你也在该就地合法，那么伊的政府是不是也在就地合法？哇，较紧呢，国开会，好，我来讨论讨论，我来讨论，最后才个从今嘛的这个公民权利法案，安尼咱顺才会当顺势来发行迄个身份证，你来啦，吼、哦、啊今嘛赶快，我今嘛咧最近咧进行的这些工作，就是甲当时咧审查迄个公民权利法案的迄个规定哦，赶快你一定爱出来了时阵哦，才可以。开迄个参议会，吼、哦，迄阵议长都已经是张永念，啊，伊就甲通过，当年啊，送美国接收，安尼咱家发行身份证，赶快啦！咱即马遮法案，人个法案啊，拢送出去，经过即马着阁正式，阁较正式的迄个参议院，甲众议院、甲参议院正式通过的时阵哦，迄就是。法律啦，迄就是法律啦，吼、哦、啊！啊那无阵，即个法律哦，美国哦，伊要将权要交互你吼、哦，伊嘛爱思考咧，伊嘛是会甲你要求，你法院在哪里啊？法院在哪里啊？所以我们咱都爱啊，迄个未雨绸缪啦吼、哦，那要未雨绸缪，咱啊先准备好。啊，所以讲伫七月十九，哦，这六个法案要甲通过，哦，啊，我即马咧做的就是这个工课，就前面的咧预备动作，拢咧甲做，哦，啊，做好了，交互因，啊，因造册了，才上国会，7月19上国会，听讲，迄个一声要通过5个6个这个法案吼。恐惊无时间，一工时间无够，可能会阁增加时间。迄就是国安会吼，伊去决定，啊是迄个参议院啊，是众议院，因去协调，吼、哦、爱增加是安那安尼。啊，咱有只个法案出来时喏，就是正式，就是美国哩，就是等你，我拢准备好啊 ，I'm ready， 哦。我已经准备好了，啊你都爱去了，哦，看你要安怎。
哦，咱是拢按部就班的咧来咧做嘅代志，哦，这吼，这都是，这秘书长吼，伫伊领导下吼，你个注意哦，伊咧做嘅每一件代志，你一开始看讲，这好像多余的，结果通通都是一定要做的事情，哦，阿龙在前面。拢你想无到的时阵，已经开始要做啊，所以哦，伊咧做啊真艰苦啦吼，啊，咱大家哦，尽力来配合伊啊，吼，尽力来配合，啊，主要都是讲看台湾，大家会当看啊，将来会当安尼，哦，咱台湾人管理台湾，哦，会当做一个主人嘛，做一个主人，当迄是伫迄个。迄、那个战争犯、万国公犯、旧金山和平条约之下，啊，日本天皇，就大日本宪法，啊、哦，明治宪法之下，咱看咱会当讲，啊、哦，咱会当出头天无呢？哦，这就唔免，这啊，甲这个中国完全摆脱掉，完全甲这个中国拢无关系啊，安尼才会使啦，哦。啊，咱台湾都有救啊！哦，啊，今日因哦，外口哦，差不多是36度啦，哦，36度。啊，各位哦，足辛苦啊，安尼来遮上课，哦，实在是使人感动，非常感动，哦，啊嘛是恭喜大家哦，因为恁排较后边嘛，头前迄两期哦，我嘛有来咧。迄规身躯汗，迄冷气是咱迄个顶礼拜才装落呢。吼、哦，迄热哦，吼，当时伊两拢有参加，伊拢啊搭机落来参加，伊就知影，迄是热到用要走乌路呢。三十几度，啊，佫湿气湿到呢，吼、哦，啊，一间啊，同个门佫无大呢，吼、哦。我、哦、还是真艰苦啊！咱还不错啦，咱大家还佫这西装还佫穿会条吼啊！冷气佫有通啊，享受冷气，安尼咱大家就真感谢啦，真感谢咱呢游先生吼，游先生那个拍我者吼，是啊，这点开始影是咯啊安尼我吼。现在下课了吗？到几第一堂课是到几点？啊？在一点几在一起第二节课嘛？他中间有休息吗？没有休息是吧？没有休息哈。在一点几在啊？中间无休困吼，要紧，安尼吼。我的安排就是讲，下面一堂课吼，下面的一部分的那个课程吼，我是要甲大家吼共同来迄个读一遍一个迄个叫做啥咧？叫社会秩序保护法，社会秩序保护法，哦，因为哦，这。咱的秘书长吼，伊也定来咧讲哇，你邓仪哦，拢无看出，吼、哦，啊是怎样？邓仪哦，有诶安尼，邓仪了都属龙工商啊嘛，吼、哦，大家拢咧抢，咧变经济吼、哦，所以可能这些法案你无去啊限，哦，都去限的机会就较少，所以利用伫遮咧上课。诶，期间，吼、哦，上课诶时间，咱当个已经将去年诶代志拢个放下，啊，专心来遮诶时阵，咱好好啊，至少个读一遍，个读一遍，吼、哦，你无一定是拢完全全面了解啊，但是哦，至少伫你脑中有一个概念啦。有一个概念，啊，咱各位哦，拢是俊熟
内阁成员还是一个议员嘛，吼、哦，啊你咱接到这个，迄美国迄边遐，会荷兰交荷兰的迄个政权的时阵，咱第一爱面对就是，面对就是迄个军政时期嘛，就是美国军事政府的统治的。那个时代，那个叫军事政府嘛，好、哦、军政时期，哦啊是军政时期哈、哦，其实就是不必宣布的戒严时期嘛。你那是军政，也就是喏，就不必再另外又宣布什么戒严呐、啊，那无需要嘛，都黑东西。实际上就是安尼，吼、哦、啊，因为这个，因为这个啥，这戒严哦，对咱台湾人来讲哦，实在是承受不起的重啦，吼、哦，这个咱过去是，哦，咱有小寡有人，大家拢有受过这款的苦楚嘛。世界上最长的戒严期嘛，就是这个流氓政府伊创的嘛，哦，啊，因为咱有这款的迄个很深刻的一个不好的那个记忆里面哦，所以咱无要对外宣布，但是啊，迄就是军政时期，是军政时期的时候呢，咱马上要用到的法令。哦，那个法令就是社会秩序保护法，哦，啊，咱大概就是讲要利用这个来家安尼专心的时候，啊，大家共同来个读一遍，和大家伫脑中有迄个记忆，哦，记就有一个概念安尼，哦，啊，你有安尼读过的时候。欸、我感觉讲，我那個本来拢看着讲，哎，这法案，好像跟你一点都没有关系啊，啊个硬邦邦的迄个文字啊啥子喏，未想讲，未去甲看，你也毋是法律人，那法律人都爱啦吼，啊，你未去甲看，吼，啊，你什么脑中都空空，啊，你要来执政吼，这恐怕是对这个人民来讲的时候，不是好代志啦。对台湾的政府来讲，不是一个好代志。啊，我是讲利用这个时间啦，吼，利用这个时间，啊，咱来甲读一遍。哦，啊，本啊，那个，刚才这个，今天就是刚才讲这个社会秩序保护法啦，是社会秩序保护法。哦，啊，基本法哦。基本法是宪法，哦，嘿，我出问题嘛是伫迄个所在啦吼，啊，我甲秘书长讲，太沉重，宪法吼，迄是太严肃的物件，我卖讲，吼，甲你大家再过来参详看要安怎。较有迄个分量、重量的人吼、哦、来讲，可能较好啦。因为哦，啥物法哦，拢也阁会当安尼讲一点啊，较唔对啊，是安怎阵？诶，宪法袂使唔对呢，字字都袂使唔对呢。所以我伫遮吼，我肯定要念的时阵吼，我会一个大家可能会较袂习惯，就是讲哦，迄个标点符号吼，我拢会念出来。因为标点符号吼，伊吼，大家无去，你若甲认真去甲研究的时阵吼，有当时你看唔到，你一个逗点啊，个一个顿号，吼，你看唔到，你说前后的一个连贯的伊的关系哦，你会把搞错掉，所以我那个过程中吼，我诶。也弄念这个标点符号，我拢会念出来，可能大家较怪怪吼，啊，请大家原谅，因为这是法案，吼、
啊，真重要啊咧！啊，啊，各位，您啊收买去变数的时阵，您可以自动家己去啊，吹打吼，恁家己去啊咧，啊，咱马上来进行这个来这个法案吼，因为这对大家来讲是非常重要，因为你将来都是要掌管这个这個。這個中央还是地方的迄、那个一寡迄个政治吼的事务吼，啊，马上都爱用到这个法案，啊，安尼，迄、那个，这样商量一下好吧，是不是可以休息五分钟或者十分钟？啊 ，OK 是吧 ？OK， 好，那我们休息十分钟好了，好不好？哦，大家去便所者，啊，啉一下水，哎吼，哦，我嘛爱啉水啊嘞，哎，谢谢，各位同行，好，各位休困十分钟。